来最后音乐阶段演出的呢，是由身为艺青会理事、台湾指标性饶舌大赛狂热街头 Main Street 的主办人、逆流音乐主理人，哇，他的这个称号非常非常多哈。那他同时呢，也是大嘻哈时代第一季踢馆魔王的饶舌 OG MC 姚宗。那我们待会呢，也会带领旗下的弟子兵，还有我们友好的嘻哈伙伴们，一同上来这个舞台，跟大家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拼盘演出，热血狂欢派对。我们各位好朋友，举起你们的双手，一起热情的欢迎 MC 耀宗。哎 ，What's up？哎，西门町的朋友，来一点尖叫声好不好？Yeah, 这是 MC 耀宗，然后刚刚主持人把我的头衔介绍有点长，对，反正你们只要上网搜寻 MC 耀宗就可以听到我的歌，好不好？然后第一首为大家带来比较舒服的歌曲，其实这首歌你们在网络上看到 MV 会有四个人，但是因为这首歌叫不要打扰我的灵魂，所以我觉得他们三个都不要打扰我，我今天一个人来唱，好不好？大家给我一点尖叫声好不好？ Yeah, OK, 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歌不要打扰我的灵魂， Let go, 把手借稿吧。音乐还没下，因为你们的尖叫声不够热络。哎，还是没有音乐吗？OK, 大家如果喜欢这首歌可以上网搜寻，好不好？搜寻我的名字 MC 耀宗，把手借给我。Put your hands up, come on!冰在茫茫的人海，刺激我的灵魂不脉搏，双手轻易不给谁爱，谁不爱谁其实也不奇怪，不要沉重要重的撒野 NPC 的冒险 Right all n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不知重点不打算要在乎谁不走痛快就多可悲，太多画面太多是非，更清静 Oh no, oh no 跳下最高点但是压得住清静，我想要一个人，把手先给我，就是一个人 Hands up, come on, 不要起来打扰我的魂，不要不要打扰我的灵魂，我想要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不要起来打扰我的青春。大家上网可以搜寻一下这首歌，然后有 MV 可以看，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下一首歌，我必须看一下我小抄，好了。